这个是菜花里家的麻辣烫，黏糊麻辣烫，基本们煮了一包，主要还是看它比较薄。 吃这个真的是，食材少的多一个味，主要看料包，料包好煮啥都好吃。 超级好吃。
开了空调。 香锅，亲们们，还是用这个酱料包做的哈。 这个酱料包用来下面条都喷香的嘞。
带过来了啊，节省时间。宝家的螺蛳粉，姐妹们，这个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，你们应该都吃过他家的，好，很好吃的。他家的汤喝起来是鲜香的，不臭的哈哈哈，味道是真心不错了，可以试试。吃了这个螺蛳粉，你就是我的臭宝。
它的螺蛳粉真的很好吃。无骨鸡爪姐妹们，我吃的是酸辣味的，个头都很肥大。一点腥臭味都没有，太好吃了。而且它不怎么甜，挺辣的，太优秀了。这款鸡爪是我目前为止吃过最好吃的，我爱它。我这个大馋丫头还没等拍视频就把汤汁全喝光了，真的好好喝这个汤。本来是想要浅尝一口来着，然后就刹不住车了。后面就绝了，其他要么就过甜，要么就过咸，这款的话真的一切都恰到好处。
的伤口不油腻。好吃这个。